这个全部都是素的，素的素食。看起来很像肉，吃起来也蛮像肉，但不是肉。这里有一点乌龙茶。我有一点。这个黄色的有一点橘色，但大部分是黄色的，是蛋白质的蛋黄。蛋黄是假的蛋黄。鱼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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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上面有写 vegetarian， 对，这个真的是 vegan， 纯素，这个是纯素，都没有蛋，也都没有都没有牛奶的素食，没有蛋奶，没有蛋，素食。这个是咸的跟甜的，这个是第二个盘子，这个没有，这里没有看起来像肉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素，比较营养的。这个是第三个盘，第三盘大部分是淀粉。板条，这个叫板条，是 asparagus。板条我没有太多兴趣，这个也是汤 ，bamboo。And why is it okay to be a vegetarian if you're an athlete? Relate that into your fitness.Knowledge. 我们来这个餐厅两次了，是不是？对，是第二次。我们也有去过其他的素的吃到饱，但这个我觉得是蛮特色的 ，because 比较少日本的料理，日本的料理是素的，大部分日本的吃的都是有肉的。没有，他们是鱼、海鲜。But 他们也是蛮喜欢吃的，就是 miso 也是有用肉嘛。Some of it, yes. Yes,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很少有 vegetarian sushi. And 我觉得这个餐厅的感觉是很舒服，因为我们每次去，我没有去很多次 ，but 我觉得我们每次去没有很忙，很多人。That's just sad.I don't think so, because 我觉得有的餐厅他们很忙 ，like 等台风 ，for example. Sure, maybe 很多人会想去那里吃 ，but for me 那个经验是不好的经验 ，because 如果你要排队半个小时 ，and then 你坐下去就是很大声，你全部桌子都是人 ，I mean 是不一样的感觉嘛。But 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是一个不是缺点，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去那里餐厅蛮大的。很多桌子，很多椅子。我们这次去也是，我们到那里好像已经12:30一点了，他们2:30就开始 tea time， 所以那个时间可能也比较不忙。但我们这次去也是蛮多客人，你可以看到在影片里面还是有蛮多客人。我觉得他们都蛮好吃的，可是他们每个东西都蛮好吃。我没有在那里吃过，就是觉得哦这个很不好吃，所以我觉得那里的 quality 都蛮好的。那你觉得你可以当 vegetarian 吗？那个差别在哪里 ？What's the difference？ Yeah， because 我在。How do you feel？ 我在影片里面已经写了，我最近比较很少吃肉，可能一个礼拜我们出国，可能有时候会跟朋友，如果我的朋友在吃肉，我也会跟他们吃肉，我不会特别 go out of my way 的吃 vegetarian， but 我已经说了，我现在我不需要很多蛋白质，我的重量我。一天差不多100-140卡的蛋白质就够了 ，and 我现在每天差不多会吃3-4个 scoop 的蛋白质粉，所以那里就已经有
60到80卡的蛋白质 and then 还有差不多40到60个卡的蛋白质我会补，就是吃蛋 and 吃淀粉，吃面包，吃面饭，那都还是有一点点蛋白质。我是 athlete， 我还是每个礼拜会练三到四次， so 这个蛋白质我不需要超多的。如果我在减肥，我不要输肌肉，我不要输掉肌肉，我就蛋白质会要吃更高，我就可以补更多蛋白质粉。但我现在也没有这个目标。这次吃的四盘加上一盘水果，我跟人类也有吃一点点、甜点，没有吃冰淇淋。但如果你喜欢吃甜点，这个餐厅有很多选择。这个是我第四个盘子。是火龙果，是一个我最爱的水果啊。这个在美国很难，比较难吃到。哎，这里有九片的火龙果，是我今天跟人类一起九个月了。哎，我们还没有一起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想过吃素的。我们最近有吃比较多素的，我也觉得素的很好吃。我以前是超喜欢吃肉的，我觉得现在吃素也是很好，可是比较多营养。我觉得蛋白质我不需要很多，我需要的我可以用多一点蛋白质粉就没问题，我还是可以吃蛋，所以觉得吃素很好，好吃，今天吃的很开心。这个绿色的脆脆苦苦的，是苦瓜，人类说是会帮忙降火气。就是如果你有 inflammation， lots of athletes are concerned about inflammation because inflammation reduces recovery speed and it's just not good for anything. Bitter melon, 苦瓜。